对对对，他们属于回话，就真的可以回一个字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就是说有十秒是难的。对呀，哎，面对一个死鱼多可怕！那我们请他先用说，先请他唱歌。说给爱我，然后等一下你就知道会有多爱。真的吗？好不好？黑蜘蛛来了，给爱人，来来来，萧敬腾。来念出啊，或许我有点无聊，常希望我们快点老，不如满身的找，再也不逃跑，世界只会越来越渺小，只剩下我们紧紧的依靠，我的故事傍晚聊到大清早，选择不对我说，但我明了你对我的安静，却有强烈的讯号。我的短暂流浪，你是只剩孤单的行囊。你总微笑随我的疯狂，风筝有空抚着我的伤，轻轻飘在远方，细数着时光。只有你懂我在笑什么，飞过大片海洋，我可站在你说的地方，大风雨声的行囊，等你停在我肩上，和我住在那道无暇的阳光，陪着我音乐，哎，这个音乐真的很特殊，感觉就是乐队奏他的，你唱你的这样。为什么有这种特殊的东西啊？还好吧，这你朋友讲的。做音乐，哎，你又趴过来了。你们为什么说音乐跟歌声是分开？有这种感觉。我有这种感觉，这个歌很特别，是谁写的？他写的，对。自己写的。对对对。不错不错，还有带东西，你的贴出来功能。哇，单曲歌。哎呦，萧敬腾，你新书意大利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两个有什么好聊的呢？你们两个平常聊什么？你们站好了，我给你们十五秒钟，你们聊一下。哎，三十秒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来享受呢三十秒的片刻的宁静，好不好？准备，开始。没有，你在唱什么？停下来，我不知道，要等那个乐队老师 Q。不一样，老师，时间到。你们两个让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一个问他怎样，没有。然后这一集还全部收视率最高。对。那我就六月三十号就真的退休了。哎，观众，你们不喜欢听人家讲话嘛？是吧？你怕我吵吧？是吧？再让我吵几天嘛？六月三十我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多做一天，我就少一天啦。你不要这样，我妈妈真的很关心哎，她那天还问说，宪哥是真的这样吗？六月三十是为什么？我本人退休是为了林月云的出道，让他重新的出道。可以不用吗？他没有要出道的意思。看看到时候看看，好不好？ Okay, okay, 那你们两位会一起去哪里玩吗？去哪里？我们会一起去、北京去，对，去内地。哦，就在北京有遇到彼此。對對對對，你怎么样看待他的音乐？刚刚你看像那一首歌，方大同，因为他这个音乐上来讲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。因为之前我没有认识他，没有了解他之前，是是是，我就对于他的歌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威，我觉得威力不是一个好词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很多词，所以我觉得威力的一位歌手，然后他能够在他歌里面也感动到他的那个那些听者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。然后之后才发现他也能够作曲，然后就对他
就加分的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哎、那他自己而且他好像是默默的去做，他没有说我出来作曲，我觉得是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低调的，对不对？就比较低调。那我觉得很好，那他低调这样，人家也会觉得哎、他有惊喜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我觉得后来发现哎、他打鼓。进入到您的世界。你现在觉得这一段很无聊。然后他还很会打鼓，打鼓自学啊，都你们都自己学啊？对，就一人打一点点好不好？打不一样风格好不好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打鼓，然后他弹琴。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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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那帮我们选一首歌，帮我们两个伴奏，好不好？不好吧？红龟酸可以吗？新年。哎，这这这这这这。来来来，唱先打打鼓，打鼓来来来，换人拉班吧。那就是说那就是说我要弹吉他了。超级你整个走上去的路线很 K， 对不对？对呀、来来来来 1, 2, 3, go。去打鼓，好吧，来来来来，啊你去弹 keyboard， 啊 keyboard 去弹 bass， 好，啊那个鼓手去掌一号摄影机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来 ，Let's go， sing a long song， This baby, I wrote this for you. 长一点，长一点啦。I wrote this song. It's not too long, 'cause I love one who loves you. I wrote this song. Maybe I'm wrong. I don't wanna smile without you.But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, but maybe you were nothing at all. And how I wish they showed me to be forever and a day with me. Oh, it's a sing-along song that's not